听说创世神来君子国了，咱们鲲族有望了。愿创世神再次亲启，助鲲族再化鹏，归云天子法。当真可助鲲蛟化鹏？都听你的。传说化鲲为鹏者，可召唤出海天云线之象。太好了，看来谷主要成功了。幻生，幻境，幻境灭，幻王，幻境生。原来，这就是幻境的真相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会死的。无妨，比起幻境成真，我更希望你活着。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们都会再相遇的。